城心事，大城心事。好，九一八大城心事，呢个时候咧，我电话线就阿 Mike， 系阿 Mike，Hello， 系，大哥，陈峰大哥，系阿 Mike， 香港大哥，你要讲广东话华语啊？我华语也可以，广东话也可以，但是我福建人。咁讲广东话咯。不是很流利的。啊，讲讲华语啦。陈陈啊，这个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的华语去到中国，他们不会听。你刚才讲，你问价值观是吗？是，人生生存的价值观是什么？每一个人都不同，每一个群族，每一个宗教都有不同的看法。小孩子的时候就要上学，要报名读书，上了中学就要报名，上了大专又要报名，后来又要报名赚钱，到老之后人家跟你讲，老爷你好发路皮啦，老咗啦，我老爷很伤心啊。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吗？我家家也是一个专业人士。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困扰着的、你问价值观这个东西，很直接的跟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，就直接扯上关系了。现在不是别人怎样看，别人怎样看我不要紧，是我自己现在怎样看待自己。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，就跟别人怎么看待你是一样的、你因为如果 OK， 全世界你去到一个岛，去到一个地方、充满了很多的食物摆在那边、总之有很多水果，怎么也饿不死你，有一间屋子在那边，但是那个岛没有人的、那你觉得你怎么看自己重要吗？就不重要了哦。知道。所以你讲我很在意自己怎么看自己，其实是因为别人怎么看你嘛？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在意自己呢？其实我自己困扰，我在自己的圈子里面，我爬不出来这个框框。所以我才讲你逃不出别人怎么看你咯。我因为事业，我有青光眼，我有精神病。其实听不清楚你讲话。sorry， 我有青光眼，我有精神病。晚上要睡。要吃药才能睡觉的。压力吗？真的是压力。你的青光眼也是压力。我曾经输了100万。现金。输是赌博的输还是什么？如果赌博的输，我还可以到处跟人家讲我在银顶输了100万，但是我不是在银顶输，我是在网上输，我输在 Bitcoin。 100万是我退休金。你在哪里输？还是输啊？还是一样啊？进错了户口，可以看到钱拿不出去。现在老了，
要找份工作，人家说楼爷翻呐，房子要吃啦。后来没人养我，你有兄弟姐妹没个认我。你有结婚吗？哦，本也有，就是那个女人， Sorry? 那个女人拿了我差不多200千走掉了。嗯，原本我是一个过着很快乐的生活，我收入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没有饭吃，没有地方睡。现在我2个月被交出去了，刚刚我在楼顶的时候，那个屋主跟我讲，啊，他屋那种高屋住啊，我带个出去的咯，红的啊，你不要带啊，我直接跳楼了，大哥咯。你说怎样？人是跑到这样子，我觉得有点可悲可怜了。嗯，对吧？陈峰大哥。Hello. 普世价值的标准，哦，嗯，就是物质的世界啊，嗯，是咯，是可怜咯，用物质的价值的世界去看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咯，嗯，嗯，你给另外一种人把世界都看开了，觉得物质不重要了。名声不重要了，他就觉得哎、嗯，没有问题咯。但是我要吃啊，我要生活啊。我明天我起来还是个人啊，我很小明天起来不是个人啊，是个鬼啊。你现在是几岁啊？你62岁。嗯，如果你是不在意。被人家照顾的，做一些简单的工作，你收留我就好了。其实也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。没有，我找了很多啊。你我连去那个安老院都不要收我。太年轻了，因为我看起来很还年轻，很白，看起来看很年轻，很健康，其实。我健康不健康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医生知道，嗯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嗯，我不是说这个社会欠我，我也对这个社会也有贡献，我之前也有纳过税，也有给一个 tax。为什么我会被社会淘汰呢？难道老了就要被社会淘汰吗？嗯，这个价值观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从我们一哇哇哇从妈妈的肚子出来，已经哭了，这个社会很苦。到了我这个年龄也是要哭，也是在受苦。可是我问了我自己，我常常问我自己，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活着的意义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嗯，我不明白。我问很多人，我说干嘛烦恼听也没有，一个海洋你其实这个时候哦，其实最适合你现在在寻找生命的答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在寻找生命的答案，我在寻找安乐死。因为我
很多东西对我很公不，社会对我很公很不公平。你不要这样子想了，你不要这样子想。我其实我又建议你可能去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啦，但是其中一个啊，其中一个类似的，我觉得有两，我相信哦，我相信第一他们可以帮到你，第二他们可能给到你想要找的答案。你是说那些社会福利什么辅导计？有可能是辅导，有可能是类似的。那个辅导师还不够我讲，可能你可以，我上到他们的中心，我跟他们面对面讲，我只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我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？他们大部分的答案都一哦，我说你哦什么东西？我问你一个价值的问题，你都不会答我，你怎样去辅导人家？你可能我想到的是，可能你可以去慈济啊。唉，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，陈峰大哥。你现在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会想起，我还认识陈峰大哥，我小小听着陈峰大哥的《弥勒佛》长大。嗯，以前三十多岁时常在走廊在咖啡店看到你，那时候你很知道是很让人在意，唉，但是现在老了，嗯，也没有用了，嗯，满身病，啊。是社会回馈我，还是我要回馈社会呢？两边都有，但是哦，你心态转不过来，你的状态很容易一直维持在这个目前的状态。你如果你心态转不过来，不是我心态转不过来。而是我寻找的答案没有人能给我，就好像我问你，因为 OK， 其实你问我的话，就要站在你要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跟相信，因为你问这个问题开始有一点哲学了，或者你可以选择是从宗教的角度去切入了，但是不同的宗教会可能跟你讲不同的答案。如果用我的角度来看，来跟你讲的话，就是从我所相信的那个学问来跟你讲。但是那个可能会牵涉到一点宗教的问题哦，那就很个人了咯。嗯嗯，比如讲这些跟因果有关哦，啊。然后跟心态有关呢，我也有想过因果，嗯，因为有因就有果，但是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害人，我没有骗人，我只是有帮人，所以这些就看你所相信的程度去到哪里，因为有些因果不只是这一辈子，有一些讲法可能是更远的。你懂吗？那是上次的因果，有可能。你上次吗？所以就讲咯，你要问哪一班人咯，有些人会跟你讲不相信啊，不同的宗教，有些人相信的、啊。所以你要找的答案，其实它不是没有的、啊。你站在我的角度，我所相信的那一套，我是有答案的、啊。其实我今天能够有力跟你讲话，今晚上。我可能流利跟你讲话，是因为我已经吃了药。嗯 ，OK，
我目前唯一，我觉得你目前这个状况哦，你想要知道的，你想要找到的答案，我觉得，我不敢说哪一个宗教，两边可能都会有，你不妨去尝试，尝试一个不能，第二个不能，第三个，这个是你的生命当中需要接受的挑战。这个挑战哦，你现在最痛苦的时候，讲真的啦，你问我啊，最痛苦的时候，当你一下子 click 到一个对的，你突然间你的领悟会很大。我这个是我所看到最大的可能性。你找到 click 到那个对的人，跟你讲到那一套适合你听的，我就用这个字适合你听的那个道理，你的人生会一下子180度转变。你突然间你会，我可以 foresee 到哦，预看到，如果你碰到那个对的人，你突然间的人生突然间变得很光。那个光不是跟钱有关系，不是跟你的生活品质 quality 突然间转有关系，是你突然间的领悟会很深，因为你已经跌到谷底。只有跌到谷底的人去领悟一套道理，是领悟的很深。生活的很舒服的人，你跟他讲这些道理，他是听不进去的。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人，现在他痛苦到很痛苦，连生活都很辛苦，你跟我讲这些道理，我根本听都听不进去，也有可能。但是我希望你是刚才我讲的第一种人。我现在我可以跟你讲，我是跌到谷底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如果没有错，你曾经几年前打过来，对对对。我没有钱吃饭。我去找我兄弟姐妹，电话没有人要接。我还要叫我其他人打给我，打给我兄弟。他们说是他叫你的打，不用打，不用讲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OK， 我这样子直接一点好不好？有一些地方是有 soup kitchen 啊，就是每天有派饭的，有就是给需要帮助的人。你现在是需要帮助的人，你就尽管去接受这些。甚至你还属于可以帮忙的话，他们有派饭，我去做义工，我拿一份饭，我还可以去帮忙做这些工作。至少暂时哈，我只是讲暂时。刚才我提到的，我刚才提到的，比如讲慈济，我所认识的啦，其他人可能有意见，也可以在 Facebook 留言，你可以看回看看有什么建议。我觉得我强烈推荐你接触他们。你要陈峰大哥，你要知道，我有青光眼，青光眼哎发作起来的时候。我是很痛，一痛又看不到东西。再趁你没有发作的时候去联系他们一下咯，好不好？你不要，你有两个选择。人生永远都有很多选择，真的。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路走，你还是有选择嘛，对不对？你包括了选择。你包括了选择用最残忍的方法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。是啊，现在我站到最高点了。或者我希望你给一次机会你自己，起码去了解人生的道理，去了解你要找的答案。我就是找不到人生的道理是到底什么。我刚刚才提了你去找他们，我认为你要的答案在那边。不知道。你给你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一个机会来证明我是对的，好不好？人生很苦短，
人生、嗯、人生原本都是苦的。一生出来是哇哇哇哇哭的叫，现在哇哇哭的叫，你说苦吗？很苦。你讲这句话哦，我跟你说，你领悟人生的那个几率已经越来越接近了，已经到边缘了。Yes, I stand on the edge. 你说的这段句话没有，我是说你去英文，你去明白人生的那个机会，你就给你自己多一次机会，也给我去证明多一次，好不好？你我刚才讲的那个， okay, 我刚才讲的那个单位， 你听得到是哪一个单位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他们吗？我是个有读书的人，我知道道理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打不开那个谜。我家我去那边找答案。但是你不能 expect 我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拿完所有答案哦，要先提一提。你可能要 spend 一些时间，然后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帮到你。OK， 师傅大哥，我也不要打搅你那么多时间了。今晚上很高兴能够和你谈到话。我也谢谢你拨电话来，我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嗯，我也不一定100%真的帮到你，但是我是尽我所能。告诉你，但是我的直觉哦，我的直觉跟我讲，你领悟人生，突然间你会啪，你会变得很开心。我感觉到你差不多会到那个位置。唉，我落地方都好啦。因为你之后领悟咗人生之后，你会真系你嘅价值就嚟啦，你就会帮到好多人。因为你体验了人生，你明白了。我不知道我的价值观是什么，总之我希望今天发出来，明天起身还是人。嗯，记得我就是说你去找他们，好不好？ OK， 麻烦你，头风大哥。OK， 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加油，拜拜。